哦哩哦，一来就有个底片的地上了哦，嘿，哈哈哈，一来就欢迎我啊！哪个地方来的？全部都是烟雾。 这格局的，烟水啊，这有什么？这原本不是在水上面的吧？感觉，不是的。 这边绕来，那边绕去，这边绕来，那边绕去。有底片啊，这里。什么？或是对面呢？路封住的。一道门呢？这里。哎呦，可以开的呢！一点小东西罢了吧。 都会捡啊，打 boss 了啦，很多底片呢，又补血又底片的，你看超多，超级多底片的，然后啊这里，哇，4张灵啊，4张灵啊喂，如果用来灭啊。 哇，咚！这中间进去就是剧情了吧？又有进食啊什么的，一大堆补血，一大堆底片。后面这里呢？被偷拿。 又有一个补血，你看，这补满了呢。够力啊，够力啊！嗯，没事情的。阿杰，阿杰，不会死？什么大象子？一个完完全全很适合打最终 boss。 格局的一个改掉，哦，真的是啊，姐，没死吧？这箱子都没死，不是吗？抱歉，抱歉。什么事？哎，这么。 这个是当时把他救了之后是吗？私は柱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もう終わり。私がここに残ればあなたは助かる。だから逃げて。No。 这两个怎么？这两个一人で行こうとし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这两个到底？并不是孤独的。私が一緒にいる間だけでもこっちにいて、少しでもいい、少しだけでもいいの。还是说他小时候？死にたいのなら一緒に死んであげるから。听，太明啊喂，我真的太不明啊。 就是他小时候，阿杰救过他，然后之后就到他要死了，他又跑去救回去是吗？<笑>为什么成为柱？为什么他要救他？为什么要替他死？喂 ，why？ 哦，来不及了，那。
我真的太不明了，怎么办啊？我要用零的底片了吗？知道，他这么，不知道，知道干嘛？又要抓角度了，感觉，不对，一下不了的，他的那个。 嗯，他一直靠近我，什么时候冲过来？我不知道，一直被笑笑笑笑笑笑笑，鬼呀、啊！你看，怎么躲啊？喂，这要冲过来了吧？过来，哎呦，哈哈，这个，哎，我躲到了，太难了，太难了，抓个角度，抓个角度。 这样子，他冲过来吗？急急，再急，再急！哇，四张急，五张，六张，没有了，没有急啊！哇，很痛啊，感觉。来来来来来，换零吧，急他一下。不行，他又这样子了。对对对对，找个角度，找个角度。 换零，换零，我要急他，冲过来、啊、喂，他不冲过来我很难怎么嘞？你干嘛？急，急两张，两张零的急，哈哈，直接收工，快点，不要错过这个，真的是阿杰小时候吧？原谅我。 哎，不是啊，他有救不到一个人，所以他很后悔是吗？然后他看到 Yuri 了，所以他要替他，应该是吧？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 就是那女子的妈妈吧。死んだことが分かっただけでも嬉しいんです。ずっと探し続けて、待ち続けたから、どんな悪いことでもつけて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 没事啊，哎呦！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た。我想说他回不来了，变成那个了。哎，哎呀，还要我带他走啊？你买房啊嘞？这还有道门哦。回去先，回去先。你可以直接跳回去吗？不要再玩什么。 不要再玩什么，要我从头走回去啊！又要走什么幼稚馆、水质馆、什么鬼什么鬼馆啊！直接跳回家了啦！这什么音效？什么垃圾音效？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完蛋了，下雨了，满了，来一点就满了，完了，内内跑出来内内。 完了，根本躲不了了，他的雨走过来这里肯定中完了。哎呦，改掉了。咦，又拿到这个东西，底片在这里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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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大船离开，大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Let's go，Let's go，Let's go！ 啊哈哈哈！哦。 终于有一杯热咖啡。啊！我到底是控制阿杰呀、啊？是控制？哦，当时是吗？当时他救了他回来的时候，也是给他一杯。
两个人命运如此相似。いつもは気づかなかったような小さなことが大切なきっかけになる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ね。行くのか残るのか、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てもいいですか。今この温かさがあってよかった。不用客气啊，一杯四块半呢。あったかい。加糖五毛钱呢。玉女说：“这个皮啊，做了来到了水之馆了，就是凶猛的地方。在水之馆找到了阿杰之后呢，玉女遂回到了古董屋，因为阿杰亲自从此弄湿了彼此的什么的。下一张，最后一张了 ，S 不了了，不用太多东西啊，感觉，不用好多，一个小时的这个章节，哎，还不是啊，下两张十四才是最后一张啊，50%是什么鬼来了？”但是不同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是吗？我不懂哦，为什么我都已经玩完了这50%的第13章，阻止闯入什么古董屋的怨灵，鬼吧？内容是不是已经幽灵了？过了山中的柱全都回来了，但失去了柱的日上山呢，却正在什么威胁，打算自首这个啊？连一个人守啊？又要玩那个鬼监视器了吗？哎呦，嗯，干嘛？整个外面的，まだ真夜中のはずだ。整个好像夕阳这样子哦，现在晚上好像夕阳啊，完了啊。全部鬼都回来啊，哎呀，全部睡了啊，昏迷啊，咦嘿，我上网查一下，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妈妈这么年轻了，因为他妈妈爱上了那个第一代的他的哥哥啊，一直喜欢上，然后最后，然后生下了这个。生下了阿嬷之后呢，就被那个箱子困住了，所以他现在是之前他的年龄已经被冷冻了。这么干嘛呢？又要监视器，所以他慢慢没有老化到啊，所以才会跟他一样的年龄。哦，这是半夜两点。哦，来了来了来了！哇！哎呦！完了完了，没去死啊！哎呦，碰不到！这么多啊！不是吧？等下转个角度。够力哦！哎，死、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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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喂，不要碰苍蝇！不要按苍蝇！垃圾，我都讲了，他同一个键，他看残影的键跟他碰东西的键。哎呦，三次都没有碰到，我怎么拿 SS 呢？是是是。哇哇哇！呼呼呼呼呼！嗯，为什么我的视角有一个黑框啊？旁边，哎呦，这里又有，真是全部都是，够力哦！才碰到第一只，哎呦，走，他们去房间了，我要上楼了，直接，哎呦，我还穿着这个新郎的衣服，先不看 Yuri 吧，应该没什么了。先去他们两个人的房间先。
蛋了，完蛋了。嗯，没有了，没有啊。哎，有那个东西，委员大本代理的日常。叶泉子的民间传说，各地流传了阴婚，还有这个什么冥婚，相传死者的小孩，这些小孩被取为黄泉子或叶泉举的称呼，受到人们的这个惧怕。叶泉子有一天呢，在住在山庄的女孩相恋上爱上他的山叔失踪了，女孩每天都在山上企图男子会回来，等了好几年男子还是没有回来，但是你知道人失去是他明明在不在住在一起，这不是跟深红一样吗？有一天但是呢，发现了女子怀了这个六甲，一阵子下来怀了身份不明的男子，因为在传说中不理会独自生下的孩子，生出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嗯，有人说话中就来说，为什么要杀了我的父亲？Why？ 男子是误闯了此地的外国人，十年前就被村民杀了。女孩会说话后，哇，她还有那个记忆的哦，就是阿嬷有她爸爸的记忆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穿着那个比基尼的睡觉也没有什么特别异样嘛，其实。啊！鬼呀、啊！你觉得有逻辑吗？你看，他一个这么小的房间，他要我一个开了摄像机，剩下几步路的一个位置还要打。鬼，好笑哦！几步路都没有的走的地方，还要一样的剑，还不要给我碰！哎呦，又要我去打那个解释器，累一累，累又一个人蹲在那边的吗？没有哦，哎，抱着了什么书？嗯，什么？这是啥子鬼来了？把水视为神灵？哎，那是那边吗？大量的水从那河川的那瀑布里面的雾，那么一种人相信人的水是水的灵魂的源头，这个灵魂的归宿。此外，受到灵魂四部的包容，人生中甚至为水有了个信仰。那么为巨人的这人的人生灵魂代表的国家，人们更喂。氷上山，この山には水を御神体として祀る風習があった。这是哪里？这是哪里？在是幽里房间吗？应该是幽里房间。幽里房间。24万哦！我现在有听说有观众留言告诉我说，这个升级的话可以五连拍耶，真的吗？啊，可八连拍呀、啊？不是五连拍呀、啊，喂？不是吧，八连拍？先生伤害吧，伤害起来了，哎，八连拍哟、哦，好笑，来，有点方向，等下又是那个范冰冰，要不然就是范冰冰的那个，喂、哎，全部人都有，这是什么？怎么这些人全部在看书？在看什么鬼书？这是什么鬼角度来的？哇，会玩哦！哎呀，那个车！哎呀，有！这边又有一本了，就拿这本吧，都看那本了，生气啊！又来了笔记，我不答应这句话呢，让我回复的意思。真的，高高在上，前世无比。那这个前世不讲的，才让我心动摇。让我决定要活着，为了做那很微小的事情。嗯，阿杰喜欢的那一句话，人生的问题呢，有时只不过是一杯咖啡的温度。虽然随处可见的小事，但我却没注意到这件小事。喂，这个声音可以走吗？已经死很久了啦。又来，未来两轮的吧。嗯，日常上所谓的水的信仰，自然的想法，生死观，什么从水中产生的灵魂会再度返于水，为了能够真正的灵体的归还人们，人们进入山区中，这是为了正式的死去。他们相信这座山的水真正死去才是正式的，包含着死亡在内，这些现象都让人感到大自然的强烈，就是什么黄境吗？还是铜境？铜境。
然后呢？哎，主角唱歌，你没听到吗？在这里哦，看一下阿杰吧。阿杰，没东西。哎，可是有书哎。嗯，为什么睡觉姿势这样子的？哈哈，哪里有人睡觉这么美的？哈哈，好笑哦，这样子翘着一个脚。杰的记事本，我没有赶上，想着差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了瞬间。朱里哦，朱里来了，我没有去了朱里，原来我这是好莱坞的。也许这是赶上了绝路，很庆幸有人知道我，哎，很庆幸有人知道我要死了，谢谢你。他硬挺出来，更难受。那加上了玻璃的水吧停了不停，说自己现在只是感觉忧虑，有一天也会消失。嗯，哎，这个很美耶，厉害啊！谁会唱歌？谁在唱歌呢？嗯，哪里唱歌？上一个声，从哪里来的？有名的自杀圣地，我知道啊。水から生まれた魂を。え？水へと返す。哪里？楼下。又是那个范冰冰是吧？就说了，他一定会回来的。この山の水に触れて死を迎えることを輪廻することとして正しい死に方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嗯。就这里外面吧，这里左边吧。鬼哟！哇，好 jump scare 功力哦！很尖啊，这次，这很尖啊，声音！哎呦，我要扑向我！我看到了，找个角度。死了没？还没。哇、哦，很尖呐、啊！哎呀，孤立啊，这只真的是，还会死在那个地方了。你看我碰不到了，哎，碰到，他死在那个人物旁边。这是谁？到底？这到底是谁？嗯，怎么又有人唱歌了？越来越大声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你看，是有人唱歌了哦。我以为是刚才那个，结果不是哦。哎，哟，哎呀，这次完蛋了啦！那霸持大人，说好隐藏 boss 的嘛，不是隐藏 boss 还有在这里啊，在这里不了哦。那边个东西，放便宜的吧，我怕等下有什么东西闪出来，我要拍的话又浪费一张。什么鬼来的？这是复活了！哎呀，右下角啊，功力哦，右下角上来，哎，
哇，我看错吗？等一下，六张，一次给我六张。然后我听留言说，他这个游戏要拿 SS， 是看你留多少东西下来。就是说，如果你有六张零的，六张都不用，你就得到最多高的分。用一张就少一点这样子哦，所以说最好是单单用最便宜的，又或者不用任何道具。嗯，哟，我就知道了，我就说了吧。哎，哪里？哇！哪里有人这样的？完了啦！完了，这两只我怎么拍我不知道，另外一只呢，没办法碰，又多了一本，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有一个是他的脸的，又有你一边睡一边写了是吗？你的笔记本，或许这是真的是结束了，身体越来越冷，血变得透明，越来越像水。身体越来越水在上面的过敏无法上台，因为那个老师一个人逃掉，但老师也逃不掉了，他成了外科，他必须做出选择。所谓的人被伤害人面无法锻炼，一切都无法挽回，必须选出一个人才行，必须跟那个人一起结束才行。然后又看电话。哦，阿仔，哎呀，怎么？这样，然后就在这个门外。哎，我以为是跟他打。阿仔都要打，难道这一次我可以碰到他了吗？说不定哦，如果没有之前没有碰到他，说他倒下的时候可以碰他了不？倒下什么时候可以碰？好长命哦，就感觉可以抓一个角度哎，一番四格。哎，算了吧，反正还攻击模式一样的。是啊，碰，不可以，阿仔不可以。所以他真的是跟阿仔酒，那不是阿仔来了吗？哎呦！哦，不是，旁边不是深红来的，旁边是谁？旁边那个是照片那个女子来的。この物も結ばれなんだか。结合？结合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这个花花男子不专一的意思是吧？没有错的话，嗯，是啊，找个角度，就是他不专一，所以才会出现了什么，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被关在里面的，没有错的话。山上各位发现黑匪当中抓的人们死伤最自然，他们认识的人都是人族，他们认为自然什么什么。黑之者被当作隐士，这是死后的世界，对照的人在水底的世界，黑水什么夜泉称为黄泉，不过那隐士危险，摄影师的界限模糊，物理的守护者的存在，热杀的物理在上山山区只剩下他们的记忆，推测这是我们接近死之人的记忆吧。承接至死之人，将人的记忆的某种的分担死亡，上山的物理没事的人的死亡前进的记忆之后呢，带着秘密被封入匪中。物理则是水的灵魂的另一部分，继续成人产生了连接，物理被连着水死亡，
任山的巫女呢，虽然认为是管着死了，但是因为是为扶持着生而来。嗯，不放心其他人，又回去看。不说了吧，他一个张，他一张图很划算的，他可以玩到超级划算为止，玩到烂，玩到你关眼睛都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水の清らかさを守るために。然后一直只在了后面了，你相信吗？選ばれた巫女たちが、とこしえばな、永生花。人柱として、成为人柱。水に捧げられていた。献祭给水。あの黒い箱に入れられて。啊，那个女子来啊！那个女子来，这是哪里？哎，全部跳了。看那个女子之后，全世界跳了，完了。这就代表我的时间到了啊！开不了，你要我绕一大圈啊？我绕一大圈过去，另外一边楼梯下来啊，搞事情啊他！哦，哇，哇 ，amazing 啊，真的是 ，amazing 啊！后面还有啊，这么多啊！一次十字来啊！每天只会给我这个乳沟之攻击，好像这只也死了。检查，你看他死在这个上面，死在这个上面碰不了啦！完蛋了，我要打血，打一个就好了吧。从这里绕下去啊！哎呦，怎么还有这种鬼的声呢？前面才是哦，这里才是。嗯，绕了一圈，本来从这个门就可以出来啊。哎。嗯，你有啊？嗯，没有生气好不好？你的又有笔记，菲律宾的巫女呢存在生与死的人之中，永远的生活在水中。巫女的独自那也会存在，只要生存意志还在，就能够持续忍受。那巫女呢，让这里更久的进行的仪式，那就是冥婚。为了能够帮独自一个人承受的痛苦的巫女呢，变成新郎呢，活着的男人进入山中，即将在新当新郎呢，成为住的巫女呢，当中挑选一个互相这么弃魂呢、啊。据说唯有男子跟这个那一瞬间的巫女的灵魂才被返回现世，有了这个伴侣的灵魂才会进回到了什么？那将来扮演的主生死境界，完成的都是一个人会选上，这是超脱生死、成全人们意志的仪式。嗯，又回去。哎，到底是谁？这就是他头上有那个东西啊！你看，他就是这个游戏大 boss， 一直打都打不死的。嗯？幽灵。嗯？ひなさきさん親子を、ルイ、連れ戻したはいいが。柱を失った山はどうなる？嗯，我走去之前村和那个房间。哦。这谁？这谁？这是他自己？为什么他看到他自己？走去看来那个女鬼进去的那个房间，儿子被杀死。然后我还要重复他的，哎，喵喂，我要去，他找我了吧？哦。
全部。嗯，阿杰他们安利，全部这边给他选。阿江，这也太幸福了吧！这难道是我的福利时间吗？什么？泪之大人太难所及性，这是完了吧？圣母来，他们啊，对对对，圣子这条命，一直都在仿于水，最后的一切，就算污水本身，这这么又在捡回，一切又将化为水。嗯，嗯，灭喂，灭妹，开门啊喂，开门啊！哦，啊水，它镜头有水的吗？不知道。